娶媳妇儿那是好事啊。那当然。不是，那咋还有悲剧呢？一掀盖头，咋的？娶的媳妇儿还是你。哎呦，这是我的悲剧啊！你看，跟你开玩笑，说说笑笑，生活不单调。咋的？跟我过够了？啊，嫌我生活单调了？哎，你嫌我生活单调，我给你介绍个人啊，咱家楼上，就那个。大美人啊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那一天丰富多彩。那个大美人，你说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是更年期那时候。现在人家可好了，我前两天看见她了。是啊，老淑女了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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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，你咋在家呢？你啥事儿吧？哎呀妈，这还淑女呢？你瞅那动作，给我吓得浑身酥酥。不是那个，我问那个，那个就你俩在家吗？啊，没有来啥奇形怪状的东西？不是你吗？除了我以外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哎呀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老范大哥，你说我这啥命啊？我这脚都气泡了。嫂子，你家创可贴没？啊，我给你拿。我啥命？我就是红颜薄命。从小因为我长得好看，男的见了我就喜欢我，见了我就喜欢我，可是就没人愿意娶我呢，老范大哥。有人愿不愿意娶你，那得看缘分。对，缘分来了，是吗？有人追我，真的啊，追我！啊、今天早上小区追了十几圈呢，我这脚都磨起泡了。老范大哥，你家那时候追女孩是不是也这样啊？可追起泡算啥呀？鞋都追丢了。老范大哥，你年轻的时候这么为爱痴狂呢？狂啥狂啊？回家叫他爸给你打屁了。用啥呀？用啥？自个儿鞋跑丢了。关键是吧，嫂子啊，我跟你说哈，谁呢？他追的我闹心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妹子，现在有人追你，你闹心；等将来没人追你，你还照样闹心。哎呀，如果。那一天没有人追我，我该是多么的轻松，那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。你说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，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干啥啊？这也别不上赶的，这老天爷太不像话。等我看见他，我好好教育教育。让你长这么好看，这么遭罪干啥呀？就是下辈子让你长得跟我老伴一样。啥？我年轻时候长磕着呢。不是，你这大伙说说，长得好看的能嫁我吗？那一个不是不是，那嫂子，关键是吧，他追我，我倒挺高兴的啊。关键是我在前面一走，我只要一跟男的说话，他就发疯，然后就比划，也听不清说的啥。我琢磨这男的是不是有点病啊？我的妈呀，这人这脾气，小心眼儿，心眼太小，心眼小啊，个儿老高了啊，那么高。哎，你说这个男人。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？就他呀！我见过他。你这里边爬，你啥时候见过呀？上俺家来卖过碗吗？对了，老范大哥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还夸你来的呢。咋夸的？说你体型好啊！他体型还好，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，我看是个饲养员。我是不是饲养员啊？快听说怎么事？什么事？是。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追这儿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是这个呢？不是，我们就那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随嘴一说，但说得准啊！放过马，好歹放过马呀，省不了他们。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这咔，我这咔，这弄完以后，那个马就在草上，这见我这头。这说了半天，不还是饲养员吗？我说这位弟弟啊。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你可万岁！哎呀妈呀，咋遭这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。
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，都还我了。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啊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上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比你那还大呢，那你俩啥绝配呀？行，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，有啊！哎，嫂子，哎，老王，你干啥你？我是老范。对对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你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呢？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，这就跟挪车。谢谢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老王啊，哎妈，这是咋的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老王完了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，我去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说这呀？哎呀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！不能，我叫你欠住！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？老伴，没事儿。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哥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啊。他是小羊羔，嗯，我看他像个坐山雕。哎呦，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那个有什么事儿？那，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。就是啊，啊，我锻炼身体呀。盼盐盼咱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去你的，别装了你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没。此时此刻，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老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，老范。你这个朋友没白交啊，太不意思了。严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哈，我都纳闷儿。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，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看钓鱼的？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着个叛徒，我今天是不是你，老范？我能办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老王没在老范家，我跟你说了。没在，我看又回来了。你怎么这样？没在。没回来。你不是看我来了又来了。别怕，我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一般的人我不在乎，就这个人吧，是连说带比，我像个搅拌机似的，不行，我扛不了。不是，这装不下你。我撞哪？我疼。哎呀，你起来，别动，你蹲下。我有招了。快，这有个沙发凳，对。你站住，稳住，我跟你说，稳住。承认了，拦着我！哎，好，我行不行？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在河边见没见着老王啊？见着了，见着跟说话，都收拾我这撩来了，家伙，这脸的。
撵着我看他奔这儿就来了。没在这儿，撂哪儿去了？什么是没在这儿？刚才脑子正亮，我就奔亮来，到这儿。没在这儿，没在这儿，不信你随便搜。对，你是搁你家搜，随便搜。搜啥呀？你刚才进屋还没有呢，这桌子沙发那变谁的？别扯，这沙发原来就在这儿。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儿啊？你家的沙发那腿抖得跟我整的马似的。我得抢我这什么？这怎么？我坐着，我坐着，我快点。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俩想当年追老米的时候，你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。对对，说这个，他就和我打过这个手势，他那是啥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当年和我比划这个手势啊，就说我要再追你啊，他三天打我一次，就他说的。你还有这能耐呢？你叫大伙说说。我能那么野蛮吗？还三天打他一次？那你啥意思？一天打他三次。哎呦！行了行行行，你松手。我说这弟弟，我得说你两句。这男人呐，就得大度，不能小肚鸡肠的，是不？你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用心认真的对待她，是吧？让她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只能装下你。结果这家伙，人家和别的男人说句话，你狼哇的追人家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我看你应该到医院找个大夫，给你好好化验化验。他化验什么？化验化他的是不是纯爷们儿？哎妈，对，说的对。你说说你要追我，你就好好追呗，是不是啊？你。我不就是前天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那么一眼吗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才几天啊？老王大哥，啊，过来，咱俩都多少年了？兄弟，我的命！不是，我是说咱俩邻居多少年了？哎妈呀！你得吓死人呐！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不是你这让不让说话呀？说呀！不是这意思，我咋？我这不是卖碗吗？我他这门口看着了，我跟我这。这样，我就和你说，完事俩人这不方便吗？完事找，完大伙一块儿就咔咔就这样，完事就，对吧？你听我说就，你咋听不明白呢？哎，这大兄弟，我好像听明白点儿。那个你的意思啊，你通过卖碗看着大美就喜欢上她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想和他单独沟通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组织一桌麻将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三缺一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看哎呀我的妈呀！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的重要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那咱们大伙就帮他跟大美。沟通沟通，对，打麻将去，打麻将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嘴咋那么笨呢？真耽误事儿，打麻将。哎，他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吗？我都听懂了，打麻我扎了个局，你们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什么，我来伺候局啊。